赵王，秦国大军东出，濮阳就要陷落，魏国危在旦夕呀！何人喧哗？是魏国特使魏瞻大人，秦军攻占了原城，魏王派魏大人向大王求救。原城弹丸之地，秦军占就占了。告诉魏瞻，明日再议。石车上等齐完。上等齐完？石车上等齐完也是厚礼啊！他把本相当作要饭的了吧？去，告诉秦使，把这石车齐完换成石车金饼。本相一定完成他所托之事。诺。如今东出的通道已然大开，今日所议乃是我大秦今后数年东出之格局，乃牵涉到寡人是否能与在座诸位一起完成先王一统天下之宏愿，乃牵扯到天下万民万世之福祉，故知无不言，寡人要听的是实情实论，要的是平天下的良策。